近日一班去大陆置业的业主，因不满购入的大湾区楼盘货不对版，认为发展商及地产代理心存诈骗，令他们无法入住，于是先后在湾仔及旺角拉起大字报，要求涉事的地产和发展商出来交代。但点解会有郭俊安和麦玲玲个名横额写上？是帝好男代言诈骗楼盘，郭俊安代言楼盘出事，求你出来帮苦主解救。麦玲玲算错风水地，麦玲玲代言诈骗楼盘害人，原来苦主认为他们是发展商的代言人。郭俊安就说，我不是代言人，我只是出席了集团的一个发布会，唱了几首歌，同跟大家举杯祝酒咋。麦玲玲就在2018年出席楼盘活动，她说当时在活动上只分享风水知识，自己从没有代言楼盘，亦未曾为该楼盘睇风水。他们都好明白小业主的心情，真金白银买楼，收楼出现问题一定是惨，加上好难找到发展商出来对质，投诉无门，希望有部门能协助苦主解决困难，期望早日解决纷争。